亲你，使你有了告白的勇气到这儿来了。对，你的这个前男朋友有女朋友吗？应该是没有的，因为我给他发信息或者私下交谈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说他有女朋友，而且公司的同事也不知道。我们八个人猜一下，如果觉得男生会来，用感叹号表示；如果觉得他不会来，反之用问号表示。来，请选择。一半的一半，正好一半。如果我是这个男人，我就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跟这个女人见面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对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大家把事情。但如果你就分配到了他公司，你怎么办呢？但是我觉得你辞还是他辞呢？我辞，我辞。你辞？我一定辞。有志气，我喜欢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他可能用的一种方式就是，我让你看到我现在生活的多么好，特别是送你到你的家门口，然后把车停那儿，就是想让你的父母看到，看我现在开什么样的车。你是要报复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所以你报复的方式就是誓死要过得比他好。我觉得他会来，但并不是为了我证明我可以过得很好，我来气气你。这个男人如果这么狭隘，我觉得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曾经你对我的伤害有多大，今天我就让你在这么华丽的舞台上让你感受到那份内心的酸。你这种报复。